小姐姐，卖艺不卖身啊，小姐姐，不要乱搞啊！你叫我跳舞，我可以跳给你看啊，但是我不卖身啊，关门。在那个路灯的下面，不能关门啊耶！有个小妹妹在哭泣，不要唱歌了，赶紧赶走她，大师。来了，兄弟们，久违的恐怖游戏。哎，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驱魔大师阿元，还是我，四大大师、驱魔大师都是我啊，都是他，没错。来一起陪我玩这个越南的恐怖游戏《The Death》。哎呀，越南的恐怖游戏哟，不懂会怎么样呢？哦，哇，这是女主来了吧？娇喘呢？啊，对哦。哦，聪明来耳外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哎呦，前面干嘛？什么鬼呀、啊？这个啊，一来就这么刺激吗？你看有个女人的头哎，好像。你在外面看过个红绿灯吗？哦，红灯区是吧？哎呀，赶快去看一下红灯区里面应该有个美女吧？看，慢慢来看一下小姐姐。哎呀！门又哦有没看到有样子啊，哇很丑哦，我靠，他走过去了，从这边走过去，我们过去看一下吧，是被拖过去的吧？没有啦，他自己走过去的。哦，你看那个帘子像不像这个老奶奶内裤啊？哦，你怎么知道老奶奶内裤是长什么样子的啊？这个阿元 啊，还挺像的，还挺像的。哎，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看旁边宝宝。哎，这里是干嘛、啊？他叫我们进来厕所，难不成那是鬼进厕所里面的吗？你看天花板，看天花板，没有，没东西啊，没东西，没东西，走咯。嗯，他可能走去前面这里了吧？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往前走。来看一下这个小姐姐的红灯房里面有没有人？没有人 ，OK。哦，阿月，应该在里面吧？我进去看一下。开门！开门！查水表。查水表。哦，我操！他把窗户给你关了，他应该听到我们讲话了，没事啊，他不开我们就开另外一扇门嘛。哎，这个也不可以、欸。好，什么飞机哦、啊，这是去到哪里都给我们关掉，那要我们去哪里啊？哎呀，你看，窗开了，窗开了，窗开了，他在里面玩小提琴了，应该。这是棺材吗？哇，还会动的哦，这个棺材。他应该被困在里面了吧？他有感觉进出来啊。垃圾狗！哦，他应该听到我骂他了。梦境的，这女孩子是精神问题、啊。哎，可能是哦。哎，哎，这是什么？电脑登录画面呢？走吧，走吧，再去厕所看一下。打问号。这是什么鸟啊？是老鼠还是鸟？乌鸦吧，这个是拿着一把钥匙，有没有看到？哟，旁边的什么声音啊？苍蝇呢？苍蝇吗 ？OK OK， 给我钥匙。把烤了。把烤了。先给他抓起来啊！又来慢动作了，哎，摇手机啊，又来慢动作了。啊！你大爷啊！你卖靠谱了！我靠！我靠！刚刚他冲过来那下，我有点害怕。心半垮垮了啊！哦，第一章现在才开始，原来刚只是序章而已。序章呢？哎，感觉我们现在在一个旧区里面呢，有没有看到？哦、有点像那个香港电影。哦是哦，里面有人呢、欸，阿妈，阿妈，等下你把你阿妈真的叫过来，阿妈不在呀、啊，阿妈，那阿妈给你一巴掌，哎呀，你妈的，什么玩意？什么声音啊？我靠，突然掉广播，广播，广播，对对对，哦，这有扇门，欸、我们进去看一下，打个问。啊！你看，你看，害怕了，害怕了，害怕了，有没有看到？有了，有了！哦呦，有个皮球踢你！哪个死小孩啊？敢在连板面前踢足球啊？一个普通的球，可能是周围的孩子的。好了，哎，前面还有个东西，再走过去，那边有个东西。快点过来！快点过来！怎么这么像泰文呢、啊？越南文有点像，有点像，真的是是不是？有点像广西话。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这臭小孩应该被赶出来了。我操，阿妈，阿妈，你的脸黑黑的，不是晒太多太阳了，这个阿妈。亲爱的，请帮助我拿一些物品。啊，什么物品啊？哦，我知道阿妈的用意啦。他干嘛？他只是想我们捡垃圾而已啊，这个扑街啊！不要，他不可以骂他，不可以阿妈骂，等一下阿妈会杀掉我们的。阿妈，我捡好了，阿妈。啊，你阿妈，哎干！讲话又不讲话，不懂要干嘛？这把烟又不可以捡，呀西耶嘞！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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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说将所有的项目按正确的顺序放置。哦哦，对啊，桶可以吗？哦，桶可以放。然后呢，旁边要放什么呢？这个、啊。嗯。哎、欸，可以哦、啊。然后桶里面插的，哎、欸，插的可以。然后洗洁精。洗洁精。然后再来一个海绵。海绵。嗯，对。可以了吧？什么鬼东西、啊？感冒长耶，葵花瓜。我怎么感觉这个阿妈是个男的？不知道，估计比你的多少。你懂的。阿妈，不要玩玩了、啊、你啊！在那个胸前面放两个苹果，就以为自己是个女的是吧？他说不要涂脸。你找点人啊？他问你在找什么房子？我要找红灯区，我们要温暖一点的地方哦。少妇模特学生妹。什么少妇模特学生妹？我只是要温暖一点的民宿啊。找到点人数本啊，零四号房间呐、啊。他说。我知道数本在哪里吗？少，人数本。少。找个找空地。找个找空地。等一下，爸，对。你有关键事啊，爸。亲爱的，那个房子被困扰着，你必须要小心。死了很多人是吗？那意思是？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零四号房是凶宅哦。小心梗疼呀！亚瑟伯，他说，铁门就在我后面。哎、啊，就在这里而已吧。你不早说。哎呦，干你娘！关门，关的这么快。哎，呀，把那桶给踢掉，看能不能把桶给踢掉，给踢掉，踢。啊，踢不掉了。铁门就在这里啊，零四号房啊，来来。哎，几百？哎，我进来啦！几百？什么几百？没有啦，我学他说话，我哪里有说几百？我是学他说越南语，能说笑脸啊！我要讲粗话。我教教你，还能开给我们啊耶 ？Hello！ 要出现一张人脸？不会啦，不会有人脸。现在要干嘛？看看头上。我打！哎，你俩哎呀，死啊！你要抓？漂亮的嘛，这个女生。哎，不，我哎呀，我劝几百。你只是打电话给我吗？怎么了？anh tìm nhà số 4 phải không? anh muốn thuê trọ ở nhà đó à? Tôi tôi tôi. Hả? Tôi tôi tôi. Nhưng có chuyện gì vậy? Con đấy con chị gái. Chị gái thuê trọ ở nhà. Tôi đã nói rồi, tôi đã nói rồi. Tôi không tin vào. 我姐姐上个月在她不得不去医院之前，在那个房子里面租了一所房子。哇，好像闹苦令一样哦。她说话。大少爷 ，M 上帝，为什么 ？M nghe nói chị ấy bị sốc vì chuyện gì đó nặng lắm.đến nỗi phải điều trị lâu dài trong bệnh tâm thần、哦、anh cẩn thận đấy nhá他应该是被一些事情吓到了然后失去了理智所以呢就要去住院了他应该这样了他疯了、嗯、应该去阿卡了哎牛肉好的我会记住了、哦、所以他可以开门我走哎嘿嘿嘿我走哎小姐姐呢我靠西根啊刚刚就是你踢的是不是先给他来一巴掌你要画什么他不回我、欸、他画懒觉没有了他现在画的那个鸟了，嗯，嗯，干嘛？吸金了，打你个头，打你个头！哎哎，开金价，开金价！哎，哦哦哦哦啊！地震了，哦，红光满面了，哦，干嘛干嘛干嘛？哇，手上怎么长蛆了？好恶心，我觉得。你确定这个游戏它不是那个韩国的吗？不是韩国的。我跟你讲哦，韩国的习俗跟我们这边有点相反。他那边办好事啊什么的都是摆要摆花圈的不是啊这哪里像好事这明明是阴事吧对对对韩国的话摆花圈它是好事哇好可怕哦有点诡异哦那那个纸钱一直在飘过来啊有人在哭有人在哭有没有听到我听到了是什么我们先拿起来马赛克盒能不能拿、嗯、拿不了啊那我们要从这里进去吗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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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流血了流血了喷血了这是啥玩意啊你记得水上升了吗会看一下水上升啊什么水很多红色的水啊这里哎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那些水一直在上升呢那怎么办啊现在大师啊你平常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啊就你突然到下面有一些红色的水升起了你会干嘛
游泳。有你妈啦！仰泳吗？红色的水还不赶紧跑啊！游泳吗？仰泳吗？哎，上下可以选择号码。哦，原来我们刚刚那个不是要等啊，我们要赶紧找号码了。你都淹死了！我靠！啊！赶紧娘的！哎呀，我知道了，我们现在找一个号码啦。我们现在赶紧看一下，现在到底这个四个密码在哪里啊？四个密码。看电线杆，电线杆，电线杆，电线杆。啊，电线杆，电线杆，哪里哪里？是1413，是这里吗？1413，是不是？1413，哦，对哦。赶紧，赶紧，赶紧，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快快快！1413，不然等一下，下面我有个阿婆来抓我们呐、啊。赶紧，赶紧，要不然你又淹死了。1413。不行。幺幺四幺幺三。我想盒子的代码就在这里。那1413错了。快找，继续找，继续找，继续找。哦，这里，这里是0972是吧？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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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要死，要死！那摇血盖要出来啊！那摇血盖要出来。零多少啊？0972。七七七七七。啊！不能啊！错。一二三四，快快快快！来来来来，一二三三四。哎，你妈个鸡！我没骂他、啊，我是说他妈妈的那个养的鸡啊。你妈的鸡真好吃。林娘鸡，林娘的鸡真好吃，真好吃。哎，阿远，说不定是3724，有可能吗？来，我们这一次试一下2437，看一下能不能啊。2437，哦、欸，可以 ，nice。接一波打火机，你好歹搞个泳衣啊！要接一波打火机干嘛？你要泳衣干嘛、啊你？你水都上来游泳了。OK OK OK， 然后烧烧哦，烧它，烧烧烧烧烧，我都烧死，我要烧死。哦，把胡子烧掉。一定，他脚不烫吗？不烫，那有练过啊？烫，练个练个毛！我以为他有练过。这是哪儿？这是哪里啊？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去里面了，不能出去了，有没有看到？哦，开始了，阿元。哦，你们看到这个门？哇，这是鸡哦，里面可能有个小姐姐在等你哦。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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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是什么东西啊？哇，好恶心哦！这些感觉这里应该是没人住了很久了，里面东西都腐烂了，有没有看到？但是怎么一碗东西没吃，怎么就跑了呢？可能有人注意他呢，注意他本来要吃那碗东西，突然有个人变态佬进来，不要走，小姐姐，然后他就走了。墙上是不是血迹啊？哎，墙上，后面，没有啦，这生锈啊。你家墙会生锈。啊，我进去看一下啊，到底要藏着什么人在里面啊？镜头找不到镜头，我感觉应该是红色那扇门，但是这里这是什么娃娃？一个娃娃。这娃娃怎么刚刚眼睛我就动了一下？镜头，哎脖子断了，哎好了，什么鬼？这什么鬼啊？盗粉的什么玩具小雕像？嗯，我们应该要找一个钥匙吧？应该找个钥匙，对。哎，后面，哎哎啊！我都说有变态佬啊，是不是？随地大小便，没收作案工具，快点快快！来来，快赶紧赶紧把它没收掉，把它鸡鸡给收掉。啊！敢在那边尿尿哈、哦？有没有闻过我？得你妈！他帕金森呢？他帕金森了。八哥，叫乔海先生，可以问你。哦哟，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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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再闪一下就没了。我跟你讲，这个男主也是不正常的。OK， 我觉得这男主他也不是个常人。是啊，是个正常人。你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去问他吗？啊、我该问你吗？快点跑了，还问？没有，跑不出去了。我、哦、跑不出去哦。那你会干嘛，大师？你遇到这种情况，旁边不是有菜刀吗？哎呦，没有菜刀啦。那把钱给他喽。双手抱头，把钱给他。双手抱头，把钱给他，可以可以，这个方法挺好的。果然是大师啊，对对，看破红尘啊，他已经。好、哦，这个门我先开了。你看一下，哎、欸，没开，没有，里面哪里没有人看着我们？没有，哎、欸，缝里面看一下，没有啦，窗帘布啦，啊，没有，什么都没有、欸，哎，这也进不去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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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终于来了，小姐姐来了，哇，这头发挺长的吧？这个要帮她修剪一下，我觉得，理发店看大生意来了。
看到这里，我觉得这个男主是不是有妄想症？哎，说不定哦。有时候一些恐怖游戏可能就是那个主角幻想出来的事情，或者他总结了。哎呀，你看是不是幻想症？就跟我们刚刚说的，真的是幻想症。现在男主呢正式起床了啊，他刚刚一切都是在幻想啊，各位。哦，有没有看到？可能是一个实况组来的这个。他的椅子跟你同款哎。还真的很像哦，真的同款，这真的同款，各位，真的同款哦。我之后拍一张照给你们看一下，真同款哎，这个，哇，这人有 Steam 的吧？然后还有三个屏幕，这风格蛮不错，但是怎么还有一个传真机啊？可能这个年代没有什么通讯软件，只能用传真。扯淡，都 Steam 都有了，你跟我说哪个年代？可能他有特别的癖好，他喜欢跟朋友就用传真机这样子有一个仪式感，是不是来对话？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阿远我在中路，然后打给他，等等等等等。啊，电话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谁啊？这个小时谁要打电话？我必须接电话。好了，不接嘛，挂掉了。屌他！哎呀，都说了用传真机啊，打什么电话？有没有搞错 ？iPhone，Hello，Hello，Hello， 老天爷，没午觉？你在睡觉吗？啊，他说他做了一场噩梦。对。哎呀，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打死就打死。他朋友一开始就叫他不要租这个房子啦。他cũng chẳng biết ai xui khiến mình nữa。哦，找到了有关的信息，有关那房子的信息了。我没乱说，谣言是真的，谣言是真的吗？我怎么感觉突然黑了后面？啊？哦，三个，二十年前有三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死过啊？那又怎么样？啊？凶宅啊！他们会不会来抢我电脑玩啊？我靠！为啥？所以是这样吗？死亡恶魔。哦，就是跟恶魔有关的，他觉得互联网上传真给你看是不是？我就说他们喜欢用传真啊，他们不喜欢什么了，他们就喜欢用传真。喂，到底？哦，他说叫我们赶紧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啊，说这个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OK OK，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啊，赶紧把你的东西传过来给我。这个你看得懂吗？啊，当然看不懂啦，要有翻译的吗？一个家庭的神秘知识。嗯，公共安全机构正在1994年10月11号积极调查皮威先生的家人突然死亡。嗯，众所周知，该事件使其他公民感到恐惧，并创造了许多虚假谣言。最初调查就说死了三个，但是现场检查没有战斗迹象，就是他们不是因为互殴而杀死对方的了啊、哦，没有丢失房屋财产，哦，也没有丢失房屋财产，那就可能是下毒了。嗯，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下毒了。哎、哦，懂。谁？互联网现在丢失了？哦，他的 WiFi 断了，我们现在要去外面调到 WiFi 哦。你不会打电话吗？不能啊，现在这个时机。哎呀！我操，还是之前的屌房子。对呀、啊，他就住了这里吗？他朋友叫他不要住，然后他住了才发噩梦吗？哎，上面哦 ，WiFi 器在这边呢，哪有人会连在这边的？嗯 ，OK OK， 重置，我感觉很可怕哎、欸！如果真的断线了，我自己一个人住这里，我宁愿我不要用 WiFi 了，我用流量啊，可怕的要死。明天再说了，这里啊，哦，还没有连上哎、欸，我觉得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干扰了。扯半就是欠费了，没交钱。哦，就欠费啊，对。OK， 要科学的来给他解释。哦，用科学的、哦、可以，果然是大师啊！大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嗯。哦，如果大师下次叫你们买符啊，不要相信他、啊，都是骗钱的。你妈的！哎，又挂了，估计是那只猫咪了。对啊。无法重置它。哦。那电缆坏喽。他那个电缆坏了，他说先去洗手间，然后睡觉，等待明天再弄吧。啊、去什么洗手间、啊？完蛋了，完蛋了！我告诉你，去洗手间就。刚刚那个女鬼有没有记得？她就是钻，她就钻进去。先看看天花板。哎、欸，天花板没事、啊、没事。哎、欸，关。OK。为什么要开着门去洗手间呢、啊？哇，有毛病啊，这人。有漏音癖啊。完蛋了，后面有没有感觉凉凉的？哎呀！哎呀，葡萄酒喷起来了。Hello，Hello， 小仔仔，
卖艺不卖身啊，小姐姐，不要乱搞啊！你叫我跳舞，我可以跳给你看啊，但是我不卖身啊，关门。在那个路灯的下面，不能关门啊！有个小妹妹在哭泣，不要唱歌了，赶紧赶走她，大师。大师帮我打木鱼操作一下，太快了啦！大师，人家打木鱼是慢慢打的，人家是口口口，你是什么大师啊？我这快点操作他嘛！我快点操作他！可以不要敲了，大师，你连我的仪器操作了，我差点给你操作了。